我们魔女制作团发起了一场寻找百万富翁的实验，然后有那个刮刮乐，一会儿让你刮，最后看你能不能刮出100万。哎呀，这是啥寓意呢？886，拜拜了。我们第二个环节叫魔女辩论赛。如果狗穿裤子，它会怎么穿？B 啊 ，A， 你们俩谁来？我也选了 B。我不太会辩论啊。不是辩论，就是吵架。那我更不会了。那我们哪方先说？野哥先说呗。为什么选 B？ 因为 B 看起来比较美观。你这是穿了个连衣裙，还给人堵上了。可是他四条腿呀，前面两条腿穿啥呀？他后背还没穿衣服呢。后背我可以给他穿上衣。头发没穿，那我那也都可以给他穿。但是你就给他穿的是袖子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讨论哪块是算腿。前面是俩手，后面是俩腿。前面怎么会是两手呢？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给这个狗穿鞋，它得穿四只鞋，对不对？它手上也得戴手套啊。手套为啥戴手套啊？我说我们人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狗不用啊，我们自己相同的一样的待遇。不是。可爱的小狗狗给自己套进去了，灰溜溜的逃走了。你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平时我们穿那些袖套，走着走着它自己掉了。我们我又差点我们狗去了，咱们狗要不它爱穿啥穿啥吧，可以认输不？我不是，你有见过有狗这么穿衣服的吗？他们这个前提是如果狗会穿裤子它会怎么穿，那这俩穿法都不对。那个穿只穿上半身，这手可以套头，它不能到后面套到脑袋上吧。好，我们最后30秒结辩。野哥先说一下为什么那么穿。其实就是因为美观，还有因为它不会掉，而且我们裤子要兜住屁股。那我觉得只有后面的腿穿裤子，前面的人穿衣服，那它就不是腿了呀。它和我们人不一样，它应该有狗适合的裤子和狗适合的上衣。你是唱 rap 的吗？是吧？四个，来，我们现场投票，我们投这个 A 的举手。什么意思？你一票。我就只有两票吗？我也意思你呢。好，三票。投野哥这个 B 那个举手。1、2、3、4，恭喜我们野哥灰溜溜的逃走。我不太会辩论啊。咱再抽一张。我这个是98吧？那就是，倒过来。每个人都上。又是886。你这个运气也不错，没有一个人能连续抽到两个886。我手气可好了，啥玩意烂抽啥。离那个百万咱们还是只差点距离。100万没关系，重在参与。我们回头会有一个魔女富豪榜，到时候会把你排一下。里边最大奖是多少万？直接就抽到100万，前三会去那个欧洲游。真假的？真的。突然有点心动了，我看一下呢，能不能做个币啥的。来，我们下一个环节叫做魔女 bridge， 在我们那个大号上发了一个投票，你不仅要猜出每个选项，还要猜出每个选项的顺序。这个题目叫做员工最喜欢听老板说的话 top 五，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创业的这段经历，你说什么话他们这个呼声会比较高一点。我不怎么说话呀。你说，你在群里不老说吗？你觉得大家会回吗？明天发工资。现在排名第一的确实跟钱相关，但是不是工资，工资是我该得的呀，我都辛苦工作了。红包发奖金。哎，对，现在排名第一的是给你发了笔奖金。哦，一下就猜中了，最想听到老板说的话。嗯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明天放假。明天放假？没有，不用上班了，还没有呢。哎，这还真没有。妈，你这榜单准吗？就一般打工人他们的工作都是固定的，不能突然放假。对呀，所以这才是最大的惊喜。但这个没有在这个榜单里面呢。对呀，不权威。是多少有点不权威了，下次把这个加上。还有什么？升职了。不是，大家想的都是那种老板会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去关心。第二个是天塌下来我来帮你顶着。这是老板说出来的话吗？特别像他爸跟他说的话。天塌了八个高八顶。父母都会这么说吗？第三个就跟日常工作息息相关，咱们老板有说过让大家感动的话吗？今天我请客。哎，这个也在说过吗？哇，我都不记得了。这个在我们的榜单里面有多少人选？那个第三是这个做不完，明天再做吧。我们没有这种事儿。这个今天都给我做完。不是，我们就以后啥时候做完都可以。哦，没有 deadline， 除非特别紧急的今天要发的东西。我们这个环节你答对了第一个，后面的两个都是我告诉你的，是吧？但鉴于我们野哥现在离百万差的有点多，我赠送你一个。这个在你抽的886就必能神降临了。我替你都紧张。Thank you 啊，不会吧？我真的会谢。那也没多少，23333。好，
2、3、4，你怎么把这种的都拿着了呢？个十百千万20000块钱，这意思就是爱谁谁谁谁。我们最后一个环节，魔女加码挑战了。我的第三道难度。对，那是这样的。没事，我就挑战最高难度。咱们就是 all in 的状态。倒数第一不也第一吗？咱们心态很好。看的游戏规则，我和你分别站在起始线外等候，听到哨声响起，我们两个人分别做大象急转15圈，然后数量达标后用勺子捂住一只眼睛到达正前方的任务点完成任务，率先完成的人即为成功，3局2胜制。我能给你转50圈都行，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大盒子，我们一会儿大象急转圈，然后去挑他说的那个品牌。妈呀，我不知道。正中下。不是，我让你一下。15吧。啊，还差一圈吗？完了，我不知道哪个是扣。你现在赢一局了，咱们还有下一轮。你不认输啊？不认什么输？刚才我是浅试了一下。我这次慢一点，反正我赢你就行了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记得你先转3圈吧。行，转3圈。他现在也要碾压我。我碾压他了。你不说让我3圈吗？让我5圈吧。行。开始。反面，哎，快点，呀，可以，等一下，干啥来着？不是，什么？这不都一样吗？我天，出来了，我们俩像战友一样，找出来了。但是我觉得野哥他帮了我一把，那我这把算你赢吧，可不可以？起码得给野哥加一个刮刮乐。那我就是4个了是吧？对。哇，恭喜野哥，你们的刮刮乐吗？我们答应你4个刮刮乐。不会全是双 Q 吧？不是双 Q， 4个哈，你就多拿一个，我弄个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啊，也不能太。咱们怎么也得是吧？懂规矩还是得那啥，都已经送我一个了，我还得多拿着吗？专业哈。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妈妈，99万，你刮下一个，我帮你确认一下。超了，9万9，9万9，你这妈不是，这个是66666，这双 Q。李哥说，我真的会谢。23万，不行，又是双 Q。妈，这双 Q 是3000是吧？算你2个3000，成大方了。这现在是多少？一共多少钱？33万1104。33万，那个离我们100万还差那么一点距离。再 PK 个啥呗？再奖我几个？你不行，让我使今天，你先给我送走。明天你再来挑战我们的喜提百万。行。所以现在你们节目录了几期了？我们录了3期。我是最低的吗？嗯，我是第3名。3期我是第3名。哎，对。下次我再来录的时候，麻烦里边886啥全去掉，全是23333333几十万的那种。要不然我给你抽一个，你试一下，咱们内幕一下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主要是人家问我来了3期，我是排第几，我有点那啥。多少钱啊？啊，100万吗？好像骂我，不是骂。50万，50万，不是，这就是差距。我5张6张干不过你1张，你就这么一厚打。那字咋写来着？给我写在这儿。干，这是我的了啊，给我加上。83万。第几了？现在第几了？现在第三。啊？我们第一名那个200多万。这是什么手啊？抓几抽几张啊？他抽了5张。我要给你放回去吧，要不。
那我们今天就感谢野哥收获了一些快乐回去。来，我们啊，不是不给真钱啊？看我像有钱。不是折合一百倍，减一百倍，不是给真钱吗？他说的。你看我们像有钱那样吗？哎，逗你们玩呢。走了。哎，不录个安定了，连安定都不愿意录了。安定，安定，安定，安定啊，不安定。哎，对哦，安定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3、2、1。那我们今天模拟 TV 的所有内容就结束了。创了一个新动作，安定，安定。大家别忘了，一键三连啊，也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干什么呢？安定，安定。给我解一下定啊。解定。好，来，拜拜。幼稚。幼稚。拜拜，拜拜。大宝的怎么会全开心的数字全部出来了？你把我们最开心的数字全都抽出来，什么2333、栓 Q 啊、6666、886，全部都抽出来了。哇、哦、哇，真的，我们里边没有250啊。